拆喽。好，开了啦。好，我很幸福哎、欸。很久没有用了。我都有免费的服务。这个店没有。哎、欸，我都不敢上去，要帮我拔。有啊，螺丝要换、啊。这个垫片要换掉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可能忽略了细节。欸可能有的人有换啦、啊、可能有的没换，但是你的车已经那么久没有换了，所以估计外面人都没有帮你换啊。不换会怎样？不换会怎么样？都、哦、有啊、哦。好，现在呢要干嘛？换垫片啊，先去你旧的垫片。那你小心一点，它会不会电到你的手啊？你看旧垫片都已经变形了。啊，不然它正常是长怎样？看到差别了吗？等一下哦，这是比较黑啊。你有没有看到它厚薄也不一样？哦，对啊，变形啊。所以变形会变薄、哦。对啊，会受力嘛。然后现在油呢，已经都吸下来了。哎呦，好恶心哦！这要干嘛嘞？补螺丝回去。先用手锁，用手锁锁挤牙回去、哦，再用工具，不然的话，要是没有锁好的话，一开始会把牙给锁坏。哦，好再确认一下有没有紧。好 ，OK。要拍帅哥嘛？插进去，插什么插进去？把管子插到洞里面去。这管子蛮粗的。好，拉上来支持了。好了吗？够了。我看看，因为再低了吗？不再低，是已经到达那个线。检查有没有漏油，五星。看起来，耶。这个我们就，那你看得出来非常的脏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是不要，我们有买一个新的，直接换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是换正常雅马哈正常的一个零件。这里面最好也是清洁一下，这里面其实也会有灰尘，所以这里面最好是清洁一下，装回去，直接放进去就好了，把它锁上去，这个螺丝锁上去就完成了。